极限本是往上爬。而且那个普通那种猎魔键盘的话，它那个 base 啊、虚浮啊、enter 那些特别难拆，它有那个弹弓在里面。哦。啊，这是。哎呀，专家。你直接 carry 我们了，你直接。耶、yeah ！我跟雷神打到这。雷神，我看我这边看雷神的ping有点高、欸。我看30-60。哎，这多吃。为什么雷神快死了？对啊，为什么雷神快死了？应该就是那个波斯打的吧。哪有人从别人后面钻出来的啦？你等啊！你看，就从我背后直接跑往我前面。雷神要倒了，快滚！雷神起来，好。哎，尴尬，我过不去。啊，小心你后面站着。哎，憨豆，白痴。那怎么救啊？你在上面，我们都下来了。雷神，雷神，雷神，我饿倒了，我饿倒了，波斯。哎，白痴哦，白痴，我要倒了，完全没有机会补，完全没有机会补。那阿和这里有电击器啊？等等，你自己也可以捡电击器啊。我去掩护雷神，你去什么一下？先，我不能自己一个人跑啊！你想我死啊？你过来，你先过来。我想我死啊，大大。不是，我要先掩护雷神。哦，我飞来了。那、你后面有枪，你后面有枪，自己有枪，自己有枪。对。要不要下去？下面通常有一个斧头。对不起。是。高二就。或者是我刚刚还想说有药有什么东西，突然在下面会有一个的。对不起。然后我就死了。对不起，我以为是僵尸。啊哈，真棒啊！对不起，我以为是僵尸。为什么觉得我的桌子突然间抖震了一下？可能口干的老师。我知道为什么先震了一下了。接一下！快跑！走！我死！为什么你要进去火堆里？我刚才摔倒，我自己摔倒。你为什么要走进火堆里？对不起。走！你为什么要这么？金子为什么要这么勇敢？好勇敢哦！怎样啊？金子，我再过去，我掰他了，扒开，扒开。我刚刚讲都扒开了。他在哪里？死了。没音乐啦，死了。那个阿和，你跟雷神先，你跟雷神，你们两个先。安全一点。可是我还没黑白啊。安全一点的，就说我怕你进不了安全室啊。我觉得我他跟这次跑得过去的了，应该吧。我像没子弹，我操！那边有一罐药。我看到。镜子，站乖一点。啊。好，拿着，这样都可以哦！天哪，可以，还可以丢过去。Jockey， 这个就是因为我学过，所以我知道。哇靠！不，哎，我倒了。雷神要掰了。啊！雷神掰了，超子还活着哦。我跟叉子，他只能在后面靠我阿和叉子走。我走不了。哦，阿和倒了。不行。他是没有，我救了静姐，然后我就被打到了。
走开！卡住！他的血本是一发入魂。白痴，我剩一滴血，不管是什么东西来，我都一发入魂，好吗？没办法，雷等，雷等那个有 hunter 哦，小怪来了。一在后面，一在后面。啊！有有有！我打到，我打到。你知道那个三，我那三滴血。你们补要，我要补。黑白。啊，可以了。先不用，先不用。哎、欸，我发现这个模组，如果你补的时候，你的脚那边会有个绷带，然后消失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复活了，复活了。嗨，你好。啊，嗨，你好。好像我记得是有药哎、欸。啊，你们吃，讲错。有东西要喷出来了，宝宝，宝宝，不要过去，不要过去，艾伦。他在下面，他在下面，他掉下去了。好像。这里一个摩托桶，里面一个摩托桶。他掉下去，他掉下去了。哎、欸，阿赫，躲，阿赫躲。为什么会喷我了？我只是进去捡个电击器。你这样子抹他吗？他喷的不是我打的关系，他先喷到你的。哎、欸，阿赫，哎、欸，阿赫，阿赫。我只是想要捡个捡个电击器，都没得捡了，有人偷走我的电击器了，我觉得不行。谁跟你你的？都是我的，都是我的，都是我的，白痴！后面。好啊，都这样子拿我的东西，我就一把小枪。下面一定有东西可以拿啦。干。下面有东西啦，有古包，也有针，也有枪，还有武士刀，还有武士刀。我要武士刀。这里啊，武士刀被拿走了。我要武士刀。武士刀被拿走了，抓着，抓着。我抓他瞄中了，我先跑再说。有斯木卡在胸下面，下面斯木卡。是啊，走，各种没默契。我觉得很棒啊！我看到药然后被解了，我看到那个东西又不解了，我觉得很棒啊。Tank， 拿出我的莫拉头。应该也是刚刚那个点啊。Spita， 下面有只 Spita。Jockey. 叫不到我。我去看一下 Tank。我进，我进。好，你看到了，你已经看到了。那看到正下方，直接正下方。不，我要被关厕所了，我还被关厕所了，真的。白痴，该死的 Speed， 一等退，你不要过来哦。你也太敢了。一人在上面呢、啊，他带着那个 tank 啊，我带着跳下来啊。不是，你知道那个 tank 穿门打我，穿墙打我。白痴哦，白痴啊！哎、欸，那个 tank 穿墙哎、欸、，what the fuck， 这么强？我躲在房子里面，他直接一颗石头砸到墙壁，然后我倒了。他的石头好像是有那个范围伤害的。他可以穿门的、那個。是。我先救他，可是我没有针，我不知道我来，我救起来。我有。你有关我屁事哦！你给不到我啦，白痴。我可以，他也会救一等哦。哦。
我还很久，我擦了啦！白痴啊，这个时候擦针干嘛？你定雷声，去定雷声，去定雷声。啊！看到了，看到了。被接近，被尸体中。哎、欸，躺在一具尸体的中间。不要，不要紧张。哎、欸，我没有毒包了，然后我黑白了。我也是黑白的，不要说了。金子针插进，金子针插进去。好，我插中了，插中。这么有药。没事就可以了。为什么吓到运气？你是故意的吗？没有，我是丢了照片，不要给僵尸过来。哦。然后我算那个距离，我是不会被打到。我觉得不行。Speed her shit on me. Tank， 这么快？左边 ，Tank 在左边。我看到 Tank 了。我来。哎，这里有武士刀了。他跟着我，妈妈咪呀，他跟着我啊，拜。What the？ 为什么你会打？我被雷神打到。好。我原本想要在里面溜一下 tank， 可是。哎，这不要引过来，哎、欸，那也安呢。哎、欸，那 tank 硬生生补我哎、欸。那个 tank 跳进来。那个 tank 表示我比较恨 Aiden， 他硬生生跳来里面补我呀，好恐怖哦！阿豪后面，阿豪后面，不行！啊，杀！喂、欸，你上来！白痴，为什么后面有 speed？ 不是后面，是在前面。后面啊，因为我在看着后方哦，那边有一大堆的装饰跑过来，然后我就很放心的把背后交给你们，我就这样倒了，我也饿倒了，谢谢大家。我们的面前有只 speed 啊，没办法。我不知道他吐了。他吐了，我们这三个就往直接从跑去那个货车上面，然后我就这样倒了，我也要嗑药，不然我要倒了。哦，这个黑白好烦，哎，哈哈，真小。刚有那个木头刀，为什么会卡？没事，你先上去，你不能讲话，你不要，你在这边卡比较好，不然待会你被抓走，我们看不到，而且这有那个心跳声，很烦。我可能听不太到你讲，你会自己讲话。那个 witch 哈？哎，等呢？走开！哎，等母汤哦。这个可以。我觉得不行，我刚刚笑到完全不讲话了，你知道吗？很专心的想要打。不要这样玩，运作真的不要这样玩。那边有一个小房子，我进去看一下。那个后面 smoke， 后面 smoke， 后面是哪里呀、啊？是，直接开。什么？后面就是我们来的地方啊。雷神插针，定时插针。我插了。在路上喽，我们一起在路上喽。哇，这样我一定爆啊！啊，没事。OK， 我操，你这要母汤哦！不是我母汤啊，是插着母汤啊。对不起，我走了。我走了，对不起。我已经进了。我跟你说，那个插着从安全室里面冲出来的，太过分了吧！
太过分了，这太过分了，这游戏做做的太过分了。我面前还要被一个人挡住哎，是谁在我面前了？刚刚我刚没看到。我刚刚在最后面，谁不是我？我刚在最后面。我啊，就我被叉子撞啊。啊，你被撞，撞了以后抓住也会撞到我。我刚刚看到两个人被叉子撞飞，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放生。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放生。因为我不放生就是要重来，我很肯定，因为当时我已经黑白了，所以我倒地的话是直接。哎，雷声啊！你为什么会倒雷声？没有，我在打那个外面，我在看要用什么枪，那雷声从我面前跑过，我站在这个位置左右，然后我啊，要补吗？我刚刚他摇头，他摇头。哎 ，Tank， 干！没有火，完蛋了！等一下，探索一下。不用探索了。不用探索了，探出来了，探到那个后里面，就里面，你懂的里面。蹲进去哟、哦！哎、欸，这泰克一定要扶我！我靠！一定要扶我！我靠！你哪一个戏啊？雷射！雷射！在泰克在哪里？我现在没有看到他。他在外面，我刚刚在溜他，然后雷声就打死我了，真棒！是在雷声那边吗？在，他在跟着雷声，他在跟着雷声，因为我倒了，他在跟着雷声。哇，那个死！他怎么死的？我一滴都没有打到他哎、欸，我完全没有看到他哎、欸。没有，我告诉你他在哪里。金子，你现在站在那个位置嘛？刚刚 Tank 就在这个位置，然后他卡住那个墙，然后我这雷声就站在这个位置，然后再溜他。让他卡住，丢不到那个、欸。我身上有一个补包哎、欸，我身上有一个。哎、欸、哎、欸欸，我捡了。我要先补黑的，我这边黑的。还有人。哎、欸，等你这样子我射不到。开始。你完全，你刚刚整个人都挡在那边，我根本射不到。走开。嗯，我刚刚正想要射这个 Aiden 在我前面绕过去，我差点就射下去了。那个是说你可以给雷声用药，我看了一下，要补吗？我觉得要补。补。雷声，我帮雷声走了。雷声走了。我走，帮雷声补。我插针，哎呀。真的啦，走了，你那这里补也没什么啊。都对了。哎、欸，上脚！开爆丢一下，丢一根。丢一根，开爆，丢一根，开爆。啊，没事，我差点丢出去。安德、哦，我丢掉根了。没有第三根哦。我贴那个过山车贴得很紧，可以贴得很紧，就代表说前面就完全没有怪。哎、欸，如果你贴了紧的话，就代表说前面就不会有怪，就不会有突然间重生的怪。嗯。什么很后面？直接走。不要关！好，剩他们两个了。哦、啊、，sorry， 对不起。走，你先走。我的血量可以不用补，我是地血。我待会再补，待会再补。可以。OK。卡住了！给他们看！我没有开，你们不要按！我们没有按！进来！
我们没有按，我们刚刚没有按，是你们自己按太快了。是你们自己按的。没有，地线你按到，就是地线你按到，所以门往外开。啊，对，门是往外开的，是你们按的，对，是你们按的。第一次 是你们按的，第一次是我开的，但是开关那一次不是我按的。开关那一次不是，因为我们没有，因为你们门打开了，我们要先关掉，然后再从来再开，所以说要一下关一下开。我知道，这个、是真的，我知道。但是我刚刚看到的真的是，你关上之后又开关了一次，我的记录档可以证明。卡住了，卡住了！给他们看，给他们看了。我没有给他们看，你们不要啊！我们没有按，我们没有按。我们没有按，我算有时候，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这怎么过啦，白痴？你这样子也按得到吗？不是这样子的吗？知道。掀起你的盖头来，让我射到你的脸了。我刚刚听了什么？